大家好，小豆哥。今天把那个，这不土豆认高了吗？把土豆铲了。铲完得备一下笼是不？啊，报的明天有雨。嗯，正好。明天下完雨，隔一天再一备笼。今儿土豆秧锄的挺齐呀，是吧？今天土豆还行。就是有点稀。能长大个儿吗？那有点太稀了，长大个儿。就是松松土，是不是？还没见长呢，这天头凉，等过两天要热了，那草就刷刷长了。铲的挺快，还有几根笼铲完了哈。嗯，没啥草，你没发现吗？嗯，还是因为天气凉，它没长呢。这要是天气暖和了，它就长得就快了。今年土豆比头年得多出一倍了，头年就那不容了。是。今年多种，你不是为了下啥种白的吗？种白的好给大狗啊，种土豆也喂狗。嗯，狗也能吃啊。嗯，人吃，狗吃。纯绿色的。嗯。咱这不连土豆了，再白去。完了还得种点胡萝卜。都来了，胡萝卜种啊。嗯。嗯。看这小苗。放进拱上。嗯。我估计下雨了就能出来了。你这嘎种啥了？种好几样呢。种好几样就种啥了？丝瓜、苦瓜、葫芦，那也叫啥了？四样。冬瓜。冬瓜。你抠抠看它怎么没发芽没？是不是干呢？不干呢，土埋太深了吧？那籽儿哪去了？啊，这丝瓜。丝瓜，哼，丝瓜籽儿这个。那黑的啊、哦？嗯，黑的丝瓜籽儿。这玩意儿是不是熟的慢呢？估计是。看那旺财。呵，还起来了，小黑个子，看吧，出来吧，让你自由活动啊，走吧，走吧，你说你待遇多高，都让你一人单独出来行动。你都老实儿的啊！我感觉这家好像岁数不小似的。嗯，他这个这里边是他岁数就大点儿，所以说老年人让他多活动活动。老反正我基本就像这动物，就是往脸上瞅，一眼能瞅的差不多。要不然他长那个脸也是什么，跟人家也不一样。你就是这岁数大岁数小，搁脸上能瞅出来。瞧完奶奶都感冒了。啊，李丁断奶呗，他不适应是吧？又吃草来了，又吃草来了。天天让他出来溜达溜达，吃点草。这是卡斯罗，好壮啊！嗯，这还没让他吃那么胖呢。胖了不行，人家那狗这两天那啥长得老肥了，这两天没给那些料完瘦了。是。
那草吃的都香啊，草吃草比吃肉都香啊。哎，你瞅咱家大黄吃草吃的可香了。大黄，行了吧，溜达够了吧，咱回去了吧。啊？大黄出来有意外收获，找果棒子。这大黄还得给领回去。谢谢大家关注刘牧视频，下期见。